家好，我是刘姐。今天我们全家人带着叮当和楠楠到这个水上乐园来玩一下。楠楠和叮当现在在大圣的笼子关着的，吃的还有水都给他们放着的，等会出去再带他们去遛一下。我们现在进去玩去了啊。痛痛，看一下啊，痛！看人，让你们看一下，从这上面掉下来，痛！让你们看一下啊，痛！我们今天来到这次汉中市刘坝县的这个水上乐园啊，门票我们是在网上买的，一人是129。对呀，咱俩去玩儿去吧。快点！休息一会儿，等冲浪开始玩一会儿。看今天的玩的人挺多的，冲浪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谢谢。冲浪马上也结束了，今天水上乐园我们也玩完了，现在出去看一下两个狗狗在笼子乖不乖，然后我们找一个漂亮的地方让两个狗狗今天也玩一下。我们出去看一下两个狗狗，再看一下这两个狗狗在笼子挺乖的。我们现在从那个水上公园出来了，现在把他们带到这周边转一下。前面这个地方这就是县城了，我们就在这周边让他们转一下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适合狗狗在这跑？让他们让叮当和楠楠在这跑一会儿，看一下这花漂不漂亮。
你们认识这个花吗？这是什么花？走你了哈，你了哈，听到你了哈，你看两个狗狗跑累了，热得很是不是，热得很哈。叮当，奶奶，叮当呢？叮当，现在把狗狗叫过来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带着两只狗狗回家了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再见了。